我从小呢就把五好家庭的这个愿望种在我的心里边。我们这个家兄弟姐妹特别团结，每年过节的时候兄弟姐妹呢聚在一起啊，大家都笑呵呵的，特别开心。有这样的家庭真是很温暖。我的家庭里面我是老大，我们读书的时候啊很困难的，砍柴啊卖啊交学费。我家庭从改革开放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分田到户以后我们靠勤劳勤俭致富自家，感谢党的这个好政策。我在这所学校已经当了26年的老师了，我目睹了老师、学校还有孩子们一切的变化。党的政策好了，现在孩子读书再也不用掏钱了，而且呢，学校的办公呢也变化了，城市有的，我们县城的学校也有了。我是一个瑶族的老师，我也乐于奉献，在班里边教学生刺绣，让孩子们从串针做起，这也就教孩子们最简单的一种劳动的技能。看到孩子们绣得美美的一幅画，觉得挺开心的。我希望把我们民族文化传承下去，我希望我的孩子更加努力，学会呢担当责任，给大家温暖，为我们的民族团结，为我们的民族家庭出一份力。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幸福。同心。